短期服用未见明显壮阳作用。早前就報道過有師奶咧喺 Facebook 開炆燒谷埋湯包揾銀，其實除咗湯包，個谷咧仲有埋一隻叫馬卡粉嘅藥材，成500蚊一樽噶。但係中醫就認為要小心啦。潮流興嗰啲馬卡粉咧，我就會覺得大家要小心，因為如果佢係 100% 都係馬卡咧、磨粉咧，咁其實佢個功效同你買個馬卡翻去煲湯咧差別唔大。但如果唔係 100% 都係馬卡，會唔會效果唔同咧？但是我知道咧，坊間有啲牌子或者有啲產品咧，佢嗰啲馬卡粉咧，佢係會溝咗一啲其他嘅中藥，例如巴戟啊嗰啲咁嘅成分嘅竹段啊嗰啲咁嘅成分。咁所以如果你咁樣食嘅時候咧，就吸收嘅唔單止係馬卡嘅藥效啦，仲有啲其他你唔知道嘅中藥成分，咁相對咧就冇咁好咯。许医师仲话，唔同体质嘅人咧会有唔同效果，用错药可能仲有反效果，会上火噶，令人瞓唔着。咁马卡系咩咁神奇呢？马卡粉系嚟自一种西藏秘鲁出产叫马卡嘅植物，有指男嘅食咗可以壮阳，女嘅食咗可以改善贫血，系真嘅咧？咁呢啲系佢哋做过少少测试，就每日咧用西藏产嘅马卡十克，跟住第二日咧就20克，第三日30克，咁俾人食。咁咧就發現到咧，佢第一冇明顯嘅服副作用啦，短期服用未見明顯壯陽作用。